谢谢所有给我投票的人，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还有就是谢谢所有跟我帮助我的哥哥们吧，加个。然后我想还哲子哥一句话。这才二公，你别着急，我也不止步于此。想得非常好，欧弟。我要 R&B all night。我也想要。R&B all night， 我已经想好队员了。对，我就觉得这首歌必赢。好，你跟小猴似的。猴哥。欧弟，平板支撑行吗？他行个屁，他就是个细狗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会激发人的潜能，也不一定。撑不了一点。贼有自信，好不好？不就四个大壮汉吗？一个翻跟头的，一个跳中国舞的，一个大壮汉，然后还有一个月华体力担当，这不简简单单吗？你可以不要抢我的 R&B All Night 吗？我真的想要 R&B。为啥？因为他改的太好听了，而且他有 dance break。你跟谁做？跟全哲，还有谁？李毅。猴哥加油！你要把李毅选走。不行，必须赢。撑死都得赢，为了我。你敢信？选歌靠平板支撑选歌，你敢信？怎么那么像那种新郎要进新娘房，然后那种考验？说标准一点。感动班你要再落啲。哦，还有姿势要求？那屁股咋回事啊？屁股要再落啲。여기서더내리라고요？他只是屁股比较大，不要再怪他了。哦，你开始抖了，猴哥不行，猴哥软了，奥利在颤抖，奥利不行了，奥利坚持，奥利坚持，坚持，我想死，坚持，别说话了，加油，加油，加油，哎，哎呀，怎么起来了？哎呀，哦耶，啥歌都一样，慢，慢慢。欧雷第一个放弃，贼有自信，好不好？不就四个大壮汉吗？陈信浩，艾格里，我的妈呀！你快离我远点吧。不会撑到明天吧？这明天之前都他俩都不会下来。你这青椒会第一吗？你这青椒会是第一吗？信浩腰开始塌了。信浩。信浩加油！主要信浩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他得把你选走，你知道吗？就是他不第一个选，他可以丢了这首歌，但他不能丢了你。究竟谁是最稳的男人？比到现在已经不是在比歌了，在比尊严了。对，其实谁赢都已经很牛了。男人的胜负欲啊，这就是男人的面子。哦，为什么我和你要争啊？我们也不石头剪刀布吧？因为我需要那首歌。你选哪首？我们商量一下呗。안돼안돼안돼신浩。对啊，你俩商量一下。他要 R&B all night， 你要啥？我不要 R&B all night。那你俩就都下来呗，你先下，他要 R&B all night， 给你，这给他就行了。早说嘛，早说嘛，你俩搁这比着。不是，那你要哪首歌？我不要你的 R&B all night。哎，克利亚，啊，克利亚，太猛了，啊，克利亚，哎，克利亚。我们知道今天是全哲的生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继续上，继续上。没了，没了啊！哎，说说就没了，哥哥。本来，海丽啊。
恭喜你，排名24。娟子，你的分数在这里。你喜欢沉默是吧？很遗憾，在这里没有你的分数。下一个是日数，然后很对不起，然后你没有进前30。30名，王兴大，王兴大。现在你要讲普通话吗？我真的很感动了。大家好，我是超新联系星黄兴大。中国中文真的很难，但是我 always 联系中国中文。앞으로열심히중국어공부해서여러분들과열심히소통할수있도록열심히노력하겠습니다그리고출생团第二次公演舞台分组拣歌环节马上开始。加油！肯定会得罪人，因为如果我们高位的话，到最后肯定是要踢走人的。你们不选这个？我肯定选这个，但是我知道会被踢啊，一定。威哥，你想踢谁？完了，兄弟反目。我真的心碎了。你不要逼 Kenny 跳断第一条腿。艾克利亚直接站前面了。我看每个人眼睛都是那种带着光的看着我，然后我就啊，去，三八怎么了？对不起，对不起，哥，真的对不起，我真的想唱歌了，我只能选你了，不好意思。那里堆满了前十，谁碰谁死，谁碰谁死。即将开启的是亚洲超星团第一次排名公布。从11月25日到12月25日中午12点，亚洲超星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网络投票，超星制作人们共点亮了447,776的星耀值，每位练习生也都收获了属于你们的一分。第一次公演同曲 PK 获胜的队伍，每位成员还可以获得10,000星耀值的加权。两者相加形成了亚洲超星团的第一次排名。首先我们要请上的是想要占领一席之地的没头脑不高兴队，他们是由初舞台排名最末位的徐元坤、贺木恩、黄潘、杨传卓5位练习生自动组成。虽然赛制规定你们无法通过现场投票获得加权星耀值，但在网络上的超星制作人们依然为你们打出了第一份成绩单。你们之中有人可以进入前18名吗？很抱歉，没有。贺木恩，你的排名是63名。徐元坤，你的排名是38名。杨传卓，你的排名是49名。黄潘，你的排名是30名。李泽阳，排名是55名。谢谢，辛苦，谢谢。接下来要请上的是一公表演曲目为 Phantom 的两个小组，他们是魅影星系队、爱和、艾玉坤、黄星绰、朱永强、谢欣、阿欣然。飞到饭堂队的谭一天、梁诗玉、蔡欣、
姜文俊。심사결과는보너스별을얻을수있는우승팀은타니텐那根据义工现场超新制作人的投票结果，飞到饭堂队取得胜利，队伍全员可以获得10000星耀值的加权，已经累积到你们的总成绩。那么在这两个队中，有没有人可以进入到前18名呢？有一位。男生已经18名。他是梁诗玉，飞到饭堂队的梁诗玉。你的排名我们稍后公布。接下来，其他超星练习生，你们的排名如下：阿欣然。你的排名是第60名，朱永强，你的排名是58名，谢欣，你的排名是54名，黄星绰，你的排名是52名，艾玉坤，你的排名是48名，艾和，你的排名是41名，姜文俊，你的排名是40名，谭一天，你的排名是28名，蔡欣，你的排名是21名。好，辛苦，辛苦了。41，我掉了10个名次，因为我没有加票。因为加票，对，加票的往前顶了。接下来要请上的是在义工表演 ，One and Only 两个小组，他们是纯爱战士组，钟俊一、陈良、沈子豪、龙之介、吴玄烨。与他们对阵的 Magic Cube， 智树、土方刘一、王坤、汪木青、